点击进入闯关模式，点击选择关卡，点击准备，点击出战。首先，屏幕中心的图案，滑动屏幕左下方的摇杆，将准星移动到敌人身上。准星瞄准敌人会变红。点击开火按钮射击敌人。百发百中。Yes。百发百中。百发百中。百中。敌人太强，尝试一下极品黄金武器。这是手雷兵，他会投掷手雷，伤害巨大。小心敌人手雷，赶快向右躲闪。连杀。Yes。百发百中。这是装备界面，点击点击购买手雷。点击手雷按钮。点击开火，抛出手雷，炸飞敌人。百发百中。